參與學校的管弦樂團是令子女掌握一門樂器的最佳方法之一，不單只能夠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還能夠提供他們的文化修養，令其終身受益。但身為家長，可能無法馬上確定子女對哪一種樂器最有興趣和天賦。在這樣的情況下，租樂器練習就不失為一種經濟有效的途徑。對於已經報讀學校管弦樂團課程卻未打算購物樂器的學生來說，可以考慮一下一些樂器行提供的租賃服務，從長笛、單簧管、小號、長號、提琴等新舊管弦樂器的租賃價格，從每個月幾元到幾百元不等，家長可以根據經濟能力挑選，但最重要的還是帶子女到樂器行，親身體驗一下各種樂器的音色和演奏方式，再根據子女的興趣愛好為其作出選擇。而有樂器行就推出租賃購買計劃，允許租賃顧客將已付的租金全部用來購買所租賃的管弦樂器。就是有一些家長覺得剛開始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有興趣繼續，所以他先租，那可是呢一年之後呢，孩子也想要继续了，那我们欢迎家长就买下来，那这个租他所付的一年的租金都可以全数抵扣到购买价格。而对于在两年之内决定由租赁转为购买的消费者，在扣除已付的租金外，余款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相反，一些保证回扣计划就允许消费者以即时购买价格买低管弦乐器三个月后可随时退货，但需要支付由购买日到回扣日期间所需的每月租金。我们回购之后，其实就是按照一个乐器那某项乐器它的每个月的租金去扣掉。比如说一个乐器月租15块钱，10个月150块钱，那他当时买出价是500块，就500块减掉150块钱，剩下的钱可以全部返还给顾客。另外，有樂器行仲推出學年計算的租賃計劃，家長若一次性繳付子女全學年的管弦樂器租賃費用，不單止可以享有優惠價格，第二個學期若選擇續租，仲可以獲得暑期免費的優惠。学年其实是9月到6月这一整年10个月的时间，那有些家长他很急着，就是6月份在学年结束的时候就帮孩子就要准备好这个来租乐器了，那这个时候暑假都完全免费的。而租赁顾客仲可以选择参加保险计划，为管弦乐器在租赁期间出现的损毁或失窃情况提供保障。